在我身边是竹间的经理，那刚我们吃完竹间，对他不是不舒服，对对，闹腾很久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像是确认，我现在压就是蛮明显，这边还有这边，对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坐这边。大声，对，这边超卡，在哪里？上面，差不多第三节的位置。OK， 好，最后我再把整个颈椎再做个牵引，放松，放松，对，好，代表 OK 的，没有坏掉 ，OK， 再来就是脖子颈，因为低头低很久嘛，对，所以你知道，看我们压那边是不是？很痛，很痛，胸锁的尤其太子这边，对，所以你才要多用这样子，往侧边这样伸展，嗯，对，要把胸锁肌伸展开来，对，这样子才不会那个让脖子的左右旋转产生问题。这边后面也会很紧，是因为是有背，对，你要多用胸锁，才不会让脖子这边来紧。OK， 好，好，就看看。是，已经超蛮多的了。对，好 ，OK， 谢谢老师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好 ，OK，OK。